大家好，现在美国这边是四百，嗨，美国这边是四百多例确诊，加拿大是65例确诊，死亡数还是美国还是19例。然后他现在变了一个，就是治愈的人，他已经不要治愈的，要新增的，就是新增的人数。前面几名华盛顿州、加州现在都是有大量的增加，大量的增加这个人数。这有骑自行车的，有开车的。有些墨西哥裔的会在这边卖东西 ，Tamari， 就是。